谁？重会了，这边重会了。就是，这就是我们吃饭的房间，就是那个镜子。Oh my god！ 哦，这是专门就是咱们专门的床。对，专门。床床比较低。就是你们一般吃饭不在主卧是吧？不，你每次吃饭在主卧，就床单都会脏啊，就很麻烦，而且就是要清理之类，还不如专门腾一个房间，就省事儿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床头柜吧，最后一个地方。吃饭的床头柜还是？嗯，吃饭的，吃饭的。这个就是放的东西都有啊。你就是别太吓人了啊！我保号，我保号。看到了吗？哎呀，啥玩意儿？这啥东西啊？你不知道？啥呀？没看到？哦，行了，行行行，好了，我走。